零下四度，路面薄雪，加拿大温哥华市府紧急加开了一处庇护所，提供街友入住。这样的变化球，此次志工也在寒夜中筹措物资。发放现场本是志工一同热，街友们冷回应，但在抽了几张近似语签后，气氛不一样了。 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。You agree? So don't angry, right? Yes, okay, thank you。请大家眼睛闭起来，然后想一个自己想要把爱送给他的人。有好几个人有比起来，然后就觉得那个爱送出去的有一个时间，他们的心也会收到这样的温暖。 看到街友的手受冻变形，志工协助戴上手套，加强保暖。同样的暖现身在列治文的各个老人院，传统耶诞组曲在西方国度永远不显老套。 为华人面孔，慈济志工脚步到了中侨老人院，分外受欢迎。耶诞活动结合庆生会，还有来自上海的夫妻档，太太曾是上海话剧剧团的演员，地方戏曲解了长辈们几分乡愁。 佳节时分，也可能是最落寞的时刻。志工还亲手缝制小雪人，让老人家拿在手上，感受放心头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加拿大报道。